对啊，你看粉丝想看你变阿狸。阿狸是啥？就这个。一会儿再说，先吃饭。小雅，这么大的羊腿，一看就好吃。今天给你做个交换羊腿。A few moments later.小雅，还没好吗？我肚子都饿扁了。着啥急啊？你先吃个火龙果吧。你最近发了什么横财了？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你都不知道吗？这是我在美团优选爸爸暑期活动买的，像这些水果、气泡水、日用品，还有零食等等，超多爆品，即将到底，而且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到，还是零运费哦！赶紧点击下方链接去看看吧。这么好，那我再拿一个。留点肚子，还有羊腿呢。小娜，开饭啦！哇，是啊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羊腿了。你也不看谁做的？那你答应粉丝变的阿狸呢？1 2 3 4。